我们这个老师呢常常跟我讲， 你要带众生啊，能够一天能够做一点事，减少这个众生的烦恼。那我们没有修养啊，修养不是很好，但是我们用虔诚之心念佛来回向，回向给这些无形的、有形的、看得到看不到的，就希望他们能够听到这句名号。而我今天所修学的功德，因为我们佛在出家功德经里面有为我们讲得很清楚，一天出家的功德不可思议的，你把今天所修学的功德通通回向，你也为众生做一份的力量，为国家、为社会、为全球，把心量啊能够跟虚空法界一样。